到成功补习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侯彦希，我在成功补习班中饰演的是刘静志老师。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他是在补习班兼课，他是一个非常温柔、细心，然后贴心的一位老师。大师吧，我一开始其实会担心我跟那个怀云或以太他们会不会很陌生，就是还是会有距离感，但是后来相处之后发现就是臭男生就是臭男生，就是幼稚就对了。第一次跟导演碰面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了他跟老师之间的故事跟关系。他给自己有一种使命的感觉，在他的那个年代，同性恋是不像现在接受度这么高。那他为了平等这件事情，他做了很多的社会运动。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，其实很感人，因为虽然改变的可能不多，他相信他只要努力，可能世界。哪怕只改变那么一点点，还是值得的。